行上山，对，但是这个车胎没了，一个上不去了，哎、要打滑了。这个正好二哥是被修成了大残啊，这车胎被打了一个，被扣下了，然后又走不了了，进防区，是，这都是想选择那个小翼附近出来的那个山头，拿些高点视野。哦，DY 还对马路对面的人输出了一下，黄胜利倒地了。 有点稀啊！哦，六三马路上要打劫，炮这个点很近，直接被两枪头洗下来。这几枪几乎是没机会啊，一点机会没给。嗯，也是前面两辆车都过去了嘛，尾车。LT，哎呀，打不到，这互相谁也打不到，好急！感觉左键都按烂了。哟，Star通过窗户的射击，不打不倒地，但是防区里是有人能帮忙的。嗯。 只能往这个二楼去走走，这样队友过来就道具打配合就可已。是的，等全部到位，进不去。啊，小崔被击倒，这是。 Spider的枪线很远，是的，有点距离，应该是可以扶起来的。那边是个双架，高打那个金宝的手喷，出手放倒了一个，架住了窗口的位置。金宝左键摁到底，然后你倒两个了，再喷，喷空了两枪。NAVI也过来了，没直接来劝架。是的，这费的剩一个，然后 RG 也剩一个，而且NAVI落地就把瑞洛给打掉了。 这哪位控成最大赢家啊？嗯，直接开冲。好吧，稳一下，这里边还有一个人，我这反应，这大赢了，真二十九岁，保持怀疑。进来直接拉枪，拉到点上。实在不行 ，BT 老师转行转回去吧。<笑>而且楼上的人他没反应过来，<笑>应该是金宝吧？他都没有反应过来，但就是这个半坡厕所，看能不能过去啊。 这个又少了一个胎，速度真的拉不起来。是的，而且两侧都有枪线啊，这边好是能打到他们的。被集火了，林叔的位置应该是要被。New Happy 这边也能抽到。这一分被周平岩拿下了。来了，正好是夹 SQ 夹在中间，本身 SQ 人又比较少。嗯，马哥的出枪 ，Inonix 倒地 ，Inonix 阴影再次浮现，又是。 就是马云龙，T-GO已经没了，现在 SQ 只剩史密斯一个在烟雾弹里面硬混 ，XO 的整体枪线角度是要看下一个圈型，然后 DAY 和 XO 怎么打 ，XO 这个防守他应该跟 DAY 就画一条线，就中间 SQ 这个点了。哦，马哥刚刚那个雷也是拿到淘汰的，小果拿车补，嗯，Face Mad也是压了过来，那好在是。 嗯，Pyro这波，又掉了一个，就两个人了。这个我们能想到就是 STK 在等的就是 Pyro 和 Dalama 打架的这个机会 ，STK 进圈。那刚才右上角是看到老陆是拿到了 Pyro 的一分，哎，打了 XO 一个，还想再挣扎一下。Pyro 剩最后一个，在这个过点当中也是没有成功的进圈，这个玩不了的。 圈中，对，就是贴近这个，哎，就这反坡，嗯，是的，但这边的话会形成后续的混战，因为如果说圈起再往前切的话，这三个队是势必要搅在一起的。对，而且你再往前走的话，哪位你看那大反坡，它也有角度能限制这个 New Happy。对，主要他已经来了，这样New Happy他说只能往西边去打。啊，不怕，我觉得 New Happy 打正面还是不虚的啊。是的，主要是这个反坡他害怕吃到雷。对。 就第一波，既然对手没来丢雷，那就好，已经度过了第一波最危险的时候，稳住阵脚。嗯，小海又拿一分。这 CS 一直在转移，他到圈中心，到负安部附近之后，他来回做了三次在圈中心的转移，结果自己只剩一个人了。然后 Day Trade 他一点一点控制地，就左打打右打打，他这个反坡肯定谁也下不来。嗯，随便折磨这个近点的一些人。 我三门接两个，三门还有子弹吗？换个子弹，再拉过来，打闪，大 Q
个药啊，这不还能找机会输出。Vegas 是直接爬进了厕所里，要等队友的救援。上面有火，有火，这个火能扔进来，可以把人逼出来。这步天枪，帅，漂亮 ，Summer 解决掉了连签的 STK， 单局拿到了四个淘汰。STK 拿出了手机，我想看一下刚才那个。那这样 Summer 下不了，需要 Summer 也需要跑位。上海这边正面掩体太差了，就这个侧翼一失手，基本上两个人的位置就很尴尬了。那他们用了大量的烟雾弹的一个过渡，现在只剩 Summer 一个，位置也被锁定住了。是的，另外一侧的红仓啊 ，GX 跟浩尔多啊是先接了一波过年。这里 UHP 因为已经往里扎了嘛，所以说两支队伍啊直接打起来了。啊，这个侧面是没有听到，刚才六不出过枪吗？是的，而且队友是被他淘汰的。对，这波好像是信心没有给全，对于这个大仓里的一个具体信心没有拿捏清楚，只剩最后一个了。Ryan 的话，这波是耳机出了问题，是土耳其语爆点不太好说嘛？就主要是他这个信心，你还能他这个能也能听到枪声了啊？对呀，这么近，进来没看到，又被闪了一下。啊，就闪了好久。是的。GS 把 Silver 按一下，六正面能不能顶得住？哦，被抓了一个机会，别呀，补枪、哎、还好啊，这波 GS 应该能大破全胜，可以可以都能扶，但蓝圈要收缩过来，不行扛一下的压制一下，现在还剩两人。对，推特麦的这个位置进圈也是不好踩的位置。NAVI 再次进入决赛圈，而且整个控图面积比啊非常大。厕所里面的人，刚才七七和 New Happy 是进行了一波互换，两支队伍都被淘汰了，厕所也空了。这局还是NAVI的位置更好。是的，看圈了。就切阶段会不会往他的方向去切？就如果往他的方向去切的话，就机会很大了。好难玩啊 ！GX 这个平台没过点了，被疯狂抽。NAVI的大反扑还有一个圈边的位置。这个厕所看着它这么近，却又那么远，真是没有啊！好惨好惨，还好没倒，倒了一个，还倒在了烟里，能不能扶一下？可以扶，这个烟雾弹还有点时间。Detroit 的 GX 将会脱离掩体，然后就选择主动出击。上半身虽然打了不少伤害，头盔打飞了，不过没有用，没打过。人头还被 K 掉 ，GX 打了攻，哇，这个圈一给，NAVI这局又有了，概率很大。啊、哦，但是先秒一个，不准。GX 还能打，还有两个人手里还有雷，这颗雷、这个、雷有点致命的。OK， GX 绝境之中还是淘汰了 DY。嗯，还剩最难一个啊，自己的队友是扶不了了 ，NAVI 全面上来了，要包围了。GX 这局打得已经非常漂亮了，选择了火烧自己，还是要恭喜到 NAVI。